然后它有一个功能是 POS， 你可以点开来，点开 POS。这个吗？然后它里面有一些网红的姿势，你可以把它点开来，然后模仿一下它的姿势来做。对。直接吗？你在正在录吗？对对对。然后你去模拟它的姿势。使用双螢幕，点一下让它亮，那个不要暗藏，对，然后两面都有，没有可以这样子，好，等一下哦，这样就没有我，对哈，这样才有我，这样，对，手太短。哦，对，好，那我点板的，好好，这样可以吗？这样，这样。